来请问岁数不容易，农历十月九日，天保佑在高雄，福临国际，福临大，安福临正神落下就是灵顶，安将在今日下来拜家先弄后面福临寺，最后两边将请请会功成圆满，天保佑在阿吉兰。清水岩，向在清水祖师一位圣人尊神，他来祈求清水祖师修仙经，香火鼎盛，救世万民。他下来庇佑，他一人福临团，合会众生灵性，家家户户可以提升人才，生意利落，财源广进，事业顺利，风度大展，男女健康都来成祥。正前又在高雄玉子。福临大合会众生顺灵境，现在清水岩清水祖师尊神，向三国兄弟全体鞠躬拜，再鞠躬再拜，三鞠躬三拜，向前下来祈求平安，祝福降祥吉祥。